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任硬鹏，然后我现在在我北京的宿舍，然后接下来我可能要去海南参加创造营，对，然后现在我要做一些进营前的准备，然后需要清一些关于去参加节目的一些行李。好，然后现在。大家来看一看我的课桌吧，还有就是我的一些书、课本之类的，还有一些绿植，然后但是已经有点枯了。就是我的衣服，大家来看到我的这个灯是我之前就是装上的，在北京拥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天地，然后我。就想做一些装饰，然后让环境看得更好嘛。我现在就要离开北京了，然后在这个小家里面，让我最不舍的一样东西，就是这台电子琴。现在要去开始新的旅途了，然后也带不走它，然后就特别的不舍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开始收拾行李了，然后现在我带大家去看我收拾行李。好了，然后这就是我必须在厕所里面发现的需要带的一些东西。首先是卷发棒，对。还有就是这个我用了多年的强力吹风机，然后3600瓦，超级快吹，干得快。还有就是这个小型熨烫机，然后就是因为有时候晚上睡觉就是衣服乱扔之后就特别皱嘛，如果第二天早上出门要穿的话，就需要稍微熨一下，就是。当然了，去海南的话，到那儿去可能会很累，然后就需要用到一个一次性的东西，弹药，对，它是那啥，对，我就不说了，然后开始收拾了。下面到了我的个人癖好，就是必须要带一些东西。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禁魔枪。它叫筋膜枪，它的作用就是放松肌肉，跳了一天的舞，很直也很舒服。然后除了可以摁腿以外，它还可以摁腰，就是有时候你跳了之后呀，做了一些高难度的动作，你的腰就会很痛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然后你摁的时候你就会很舒服。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。颈椎按摩仪，每次用之前就是你涂一点那种油，涂在它的这个盘上，然后你放在你的颈部，然后打开开关，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电流就是刺激你的颈椎，然后就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后颈触电了一样，就是麻木，然后。且快乐，就是每天睡前做一做，就特对颈椎啊，就是跳舞呀、啊，就是这样都特别的好，我觉得特别好用。然后下一个就是这个眼罩，这就是我的好兄弟佳元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用，一直留到了现在。对，我现在基本一周可能得用一两次，就是缓解眼部疲劳。对，这样子，这特别好用。还有一个就是神器，每次你只需要做完面部的保湿，然后爽肤水上了之后，再擦面霜，然后你就开始这样轻轻的推拿，每天晚上坚持一下，然后这样轻轻的推，然后第二天你的脸就会紧实一点，就是更有弹性，提拉你的。轮廓提拉你的皮肤，让看起来更精神一点。对，这个特别好用。接下来是一些化妆品，先是隔离，对，先是隔离，
粉底遮瑕散粉粉饼气垫，然后还有那个一个那个叫什么，彩妆蛋，对，还带了卸妆油，还有两个发蜡和发泥，保养也肯定是不能少的。然后我准备再带一些面膜、蒸汽眼罩，然后接下来肯定还要带几件衣物。对，我看了一则新闻，就是说下周海南的气温会回到30度。对，然后出于这样子的情况，我特地在网上买了两件背心，就是在我可能训练的时候需要穿上它来进行一些剧烈的运动。对，接下来就是可能还是得稍微带一点吃的，训练一定会比较累，就是人体一定要补充一些坚果。柿饼，对，我也挺喜欢吃柿饼的，放在箱子里。两瓶那个黑咖啡，这是我的秘籍，就是每一次演出之前需要饮用一瓶这个，然后你到时候表演的时候脸就不会太肿。如果我认识的好朋友也跟我一样，就是很容易水肿的话，我愿意分享一瓶给他。好，现在我东西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，然后马上就要去了。内心其实还是有一点忐忑，该准备的也准备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就是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嘛，希望自己能够不辜负自己的努力，也特别感谢之前很支持我的人，然后对这一路有你们，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吧，就是也希望自己不辜负你们的喜欢。即将就要出发了，然后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做好自己，然后努力的去拼。拜拜。